大家好，我们上了钻石公主号以后，经过一天的海上游，今天将会到别府。那早上我们就很轻松的去主餐厅吃一个早餐。在主餐厅，我们喜欢这边进餐的环境，特别是早上的时候，人很少。这是海苏喜的 specialty 的餐厅啊。因为船要9点钟才到达别府，所以我们就趁着吃完早餐到处去走一走。这个时间船上的人很少，因为还是大概8点钟的左右。整个楼层很安静，可以说是不见人影。第二天、第三天到北湖了，船还没有靠岸，但是雾茫茫，天气不错。昨天到香槟那个底下是 guest service， 也建议上岸以前把这个重要的电话号码留在身上。我们到了北湖，是分析。我们今天还是自己的行程，那游轮是有 shuttles， 是带到火车站，不过去的火车站还是要自己找交通工具去这些地域的。而且这个 shuttles 也不便宜，也要20块一个人来回。在路上等计程车，等不到半，等不到，很少车子。我这边看到一个风景，这是北湖的寺庙。因为邮轮码头对面的车站都是满满的乘客要等车，所以我们就打算走远一点的下一个站，也看看路上会不会招到计程车。雪之池第一谷，雪海第一，雪之池第一。我们一直招不到计程车，这边的计程车真的很少，但是等了2班的 bus 以后，终于可以搭上来到这个车站了。
正位汤乃得道贺。铁轮温泉，这边就有。不过，如果不想要走斜坡，可以在这个站的下面两个站再下车，比较会靠近海地浴。这里是温泉出名的，所以很多 hotel， 然后很多房子都有温泉，所以很多烟囱在冒烟呢。白池地狱。在这个斜坡上面走着走着，我们就到达第一个白池地狱。这个白池地狱是比较小的规模，但是也是很漂亮的。这个地狱区总共有七个比较有名的地狱，如果您想要七个都去的话，可以买套票，套票是2200元一个人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有时间逛完全部七个地狱，所以就每一个进去就是450元。快乐。临时挂热带鱼，我又说不行。乌龟啊，淡水热带鱼的养鱼池。嗯，这热带鱼在第一股温泉里面的热带鱼。这是土产，
什么火山冰淇淋、火山灰冰淇淋还是什么东西的。这边是鬼山地狱，我们就不打算进去。出口也是450。往前走，是跟北虎寺的八仙过海人雕像的那个姐妹寺周年纪念。烟台北湖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纪念，烟台市敬正。OK， 我们来到海地狱，这个是最大的地狱。热带性睡莲。这个还有什么烤极乐馒头？极乐馒头，这个是喷气98度，很温度很高啊。国土金米。一个危险，硫磺的味道。我们是大门。上面去了，上面。这边那个喷泉一直喷出来，很多烟。这边有一些烟花也开了。那是神社的标志，写个白龙道后大神。这个是算是很漂亮的一个，水是绿色的。烟热蒙蒙啊。
制高点可以瞄反到整个的这个海堤的这个主要的温泉。这边是进口那个地方，我们在二楼一个制高点的一位第一喷气利用。热带性睡莲，呀，睡莲很漂亮。温泉的水，水岛的温泉。这边是雪地浴。气体跟水从那边喷出来。台北市阳明山国际青年商会缔结姐妹40周年纪念主旨。一个熊的一个纪念碑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是泡脚了。我们在那边泡脚。你要不要泡一下？泡脚哇！如果想要在这边泡汤，可以自己先准备一个小毛巾擦脚。刘弟兄啊，再三分钟啊，再三分钟啊，不要分。台湾两个船，我们有认识同船的朋友。啊，美兵对海呀，石原岛啦，对，拜拜。在这里泡脚蛮可爱。好，冲绳对，谢谢。然后都到北京。而且哪个船？哪个船？上海呀，正在找。温煮汤，有有，我有。我们去买馒头。哦哦 ，OK。然后你要用三只手抓，这样抓，然后这两个。几个馒头？15个啊，15个小的了。是，来找看看。世界上最小的小面包。小面包，这样子，一点，15颗啊，小的15颗。来，第一名物鸡肉馒头。他用那个蒸汽。对，用那蒸汽蒸的，是这个蒸汽蒸的。应该是这个是蒸汽组，
坐船回来，我们终于坐了那个回来了，巴士春木村，就在春木村站，Diamond Princess。洛杉矶台北团回来了。洛杉矶台北团。对。准时。这样啊。好。Number one， 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Number one。好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刚好在车站赶得上一班公车回来。给我们订的，我们订的没有遮挡的阳台，没有遮挡的外窗，有遮挡的外窗，但是我们订的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它挡的地方就是前面那个路灯啊，就路灯，我们是401房、403房，还有201，也挡得很小，所以有做一点功课就可以。现在离开北浦了，下午4:10，船起啊。喝一下蒸牛肉。来，大家照一个。好，姐。赞，这个赞，看不赞，咸菜地位。咸菜猪血汤，酸菜，酸菜。换。这是炸鱼啊！炸鱼啊！啊，你们这边去？我是炸鱼。那是牛肉，牛。日本猪肉。对。这一天在别府的时间也是很特别的，虽然计程车很难叫，公车也很挤，交通实在是不怎么方便。我们同船还有人从码头一直走到第一区，我真是佩服他们，不过真的是很值得。谢谢你们再一次与我们同行，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视频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世界。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免费订阅及留言。再见。
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喜乐。